我们先一个掌声啊，来欢迎你们在座的桌长。好，请大家安静听我讲两分钟。台北市政府的秘书长苏立琼秘书长在哪边呢？苏秘书长，他在哪里？哦，跑掉了哦。那好，没关系。那还有一位哈，我们研讨会主委哈，陈敏勋哈，我们掌声欢迎他哈。好，他来这边啊，了解大家具体的情况。好，刚刚呢，我们进行了第一轮之后啊，接下去那你就可以开始把你的想法呢，哦，先透过便利贴写好之后，然后再绕一圈，有很多人哦讲了好几轮嘞，哦，可以可见大家呢那个反应非常好，而且很在你在讲这一个观点的时候非常好。但是呢，因为时间很有限，所以呢，我会把它做成记录之后，未来呢，如果社会。刚刚我在这，
是我们哪，我那时候在二十几岁的时候，社会的资源没有给我们工人，他应该有很多的。还有十分钟，各位大字报还没有创作的，请赶快加油，我们只剩十。如果说以教导员、照顾服务员他的一个负荷量，如果说一个轮班嘛，对不对？八个小时，过去尝试，我们现在都受场地的限制，不会担心说，因为家务事目前来讲，教导员或者是照顾服务员，不会那么单纯的就是说，我觉得都是就类似像到商家那个钱都是鼓励你到特地来家，那边是上一个去买东西，其实我们就是优先进入，只要他有无障的环境，然后他就优先增加他的营业额，所以很多商家就会很愿意去活络，哎，在他的环境，如果我们就是把钱第一次一定要，因为现金一定没有这个机制，就是如果是你是用爱心卡，因为我们一般像他讲或是都有接下来其他都有。然后，对，就你可以除了接进去之外，你可以再画一下。都没有味道。还有另外一个补充一下，心情影响别人的心情，因为你看不到自己的服装，你看的都是别人。如果老人伤心事的，你自己马上就被影响。所以这个服装跟非常，但是那个不是那么容易。真的有研究员的状况出来，所以现在有很多在社区里面，我们很多老人服务开始可以结合一些资源来协助他们化妆，哎，那个外表其实是真的代表一个人的一个印象。我写很多东西了，这个这三十年来，其实我写作是很早就退出了十五年，都在做社会运行跟这个方面，所以网络。如果是你的话，就是在这个机构，这个机构有老的多少？就要结束的第二轮，各多的多少的开始进行制度计划适应计划。没错，他讲的没有错，要有强健的心理。
修建的时候，就是说经常错，当他发射了，那个鞋子是在西送，可以跟他问问他。对对，他的因为他的人生的机会都在，我们是希望说他们施工完就不定期在这样子。嗯，重建方面。好，接下去呢，我们有5分钟，哦，你可以换桌，然后再喝。